今天是2014年12月22号。妈妈，好久没有跟妈妈做录影了啊！一大早来，今天是星期一早上，妈妈已经洗过澡了。就跟他按摩一下，从头开始啊，从头开始，这样，头梳一梳啊，梳一梳，梳头，梳头啊，梳头，人家说要梳500下。梳500下，我大概都是梳100多下。这样，妈妈对不对？梳头哦，梳头，好吧，梳头，高一点。梳头的时候呢，之前妈妈的头皮是很软，现在慢慢的头皮比较硬。那以前不了解，现在知道头皮软都是一个好现象。那现在头皮非常的硬，相对来说很硬。可是还有一个地方软的，就是在耳朵上方，耳朵上方，耳朵上方这两个位置。还是相对的比较软，那这头皮不应该是软的，因为之前我也发现，我去吴老师吴世南老师那边的时候，我曾经就有人说过我的头皮很软，这样，那我现在的头皮也比较硬了，那妈妈的头皮现在就是剩下这个。耳朵尖的这上面这个地方，那这个软的地方呢，本来很大片，那经过一直不断的，每次来都有做按摩，现在这个软的部位也比较少了，这个范围也缩小了，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软的部分。多少下？稍微揉一下啊，揉一下，揉完，然后这后面头，这个叫做什么穴？忘记，就是头盖骨下面那一块，风池吧？是不是风池？是风池穴，穴一不经就是。后脑勺下面，头盖骨接着颈子的那一段，有一些穴道，有一些很重要的穴道，这个地方也是很软，我给它按摩一下。然后呢，顺便就把它这个后颈的部分抓一抓，后颈的地方抓一抓，吐个大气。
妈不会讲话，所以我不知道舒不舒服啊。不过呢，来看他的脸色还蛮平静的，应该 OK 了啊。握紧给他抓一抓，握紧抓一抓啊，把这个地方这样，哎，后颈就是，除了后颈以外的整个地方啊，背面的地方抓一下，他会很紧张啊，头会翘起来啊，我把他头慢慢的放下，妈妈放下哦啊，脖子刚刚做后颈，现在做前面的颈子啊，前面的颈子啊，好吧，前面的颈子。抓一抓啊，那脖子很僵硬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块肌肉，来，下，这样，啪啊 ，OK。
而且有洗澡哈，很干净。做脸啊，早上洗过澡给你做脸哈。OK， 脸上有一些皱纹啊，帮你按摩，按摩啊。上面，我前几天给他按摩，按得太用力了，有点皮有点擦伤了，要小心一点。不知道那个手机有没有录到那个看护跟那个其他阿公讲话的对话，非常感动。这家养护所他们的员工跟那个老人家互动的话，听了都是非常都是非常正面的，非常快乐。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是我妈妈，爸妈妈走了。人家说父母三千，我为妈妈，我们找了六家了。啊，这家真是不错，很
好的环境。不怕。阿姨你好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妈妈要穿袜子。要什么？请不要。啊，我在录影。哎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我刚刚听到你跟阿公讲话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你看我的眼泪都流出来。为什么？我讲话很臭了你。没有，你讲话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讲话很丑陋，没有，你那个阿公哦，对，那个讲话，让一些阿公妈妈都非常开心。我坐在这儿听到，我都感动的，我都感动的流泪。不要哭了，阿姨。我非常喜欢。我是很亲妹妹的。我爸是，我是很差贝贝。阿姨谢谢哈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没有那个什么香港脚了，没有了。哎，谢谢你，我妈妈来的时候有香港脚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干净了。哎，谢谢你们的照顾啊。terima kasih. Terima kasih.terima kasih. 你看，这样一个好的环境，唉，真是妈妈，我为你寻寻觅觅，找到这么好的养护所，我自己都对我自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找这么好的养护所，让妈妈住进来。有这样独立的一个空间啊，鼻子迎香线，迎香穴啊，我迎香穴推一推嘛。
耳朵动，耳朵动，哦，耳朵动，这样，哎，打开，啊，按进去的，打开，啊，啊，按进去，打开，啊，按进去，打开，这样，啊，啊，捏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穴道。有点痛痛哦，哦，耳朵这里有一个穴道，压压，哦，有点痛，哦哟，哦，哦哟，哦，这个穴道压了会痛啊，啊，不怕不怕，啊，不怕啊，啊，压一下就好啊，试吸一下啊 ，OK， 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深夜的地方哈，按摩一下，好不好？按一下，你头啊，哎呀，看到你有舌苔哟。鼻子这边有点伤口啊，很久都不好，我给你按摩一下，促进血液循环啊。Okay.